以下要从镜头再来大拿点。中华县政府乐龄教育观摩学习团队今日八十位乡镇市乐龄学习中心的人员甲干部参访大拿镇乐龄学习中心，镇长甘志伟热心的接待，鼓励乐龄团队透过交流学习，做伙为营造活跃老化的乐龄学习目标来努力。中华县乐龄团队来到大拿镇。有着同款伫大拿乐龄来参与学习的志工，参览大拿的特色景点，前去到大拿火车站中山路特色的店家万国戏院，入室站长的宿舍，来了解到地方的风情。乐龄多地班也吹奏着欢迎曲来欢迎着这顿嘉宾。非常欢迎彰化县啊乐龄我们的伙伴啊，有八十位啊来参访我们大林镇乐龄学习中心。那在我们今天一连串的安排，大林这个站长宿舍、万国戏院、太城中药等这一些景点之后，那我们也在这个乐龄学习中心这一边跟他们分享我们的这个手工香皂，那还有我们。一连串目前要推动的就是一乡镇那个一乐龄学习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子参访可以促进交流让我们乐龄服务的对象更为广泛。大拿镇长甘志伟热情来款待，也表示因应高龄化的社会来到大拿乐龄学习中心，新历七冬来提供到大拿镇55岁以上的民众，透过学习活跃老化核心的课程，终身学习，进而提升第三龄生活品质。目前中心有32位志工，去年有学员459位，今年目标提高到500位，也积极下乡到各社区来拓展，透过活动举办、媒体报道，让更加多的文化长辈参加到乐龄学习的课程。谢新新闻超频道，大拿镇蔡宏报道。